间，感恩一间，有一间真好。我们很幸福，因为我们在福尔摩沙今夜美业诗会当中能够看到各位。今天最开心的应该是朱华吉，因为朱华吉开十万块，这十万块做给他的，是啊，因为在梁慧珍总监带领之下，能够辅导一个会。朱华吉做这钱，我唔知，但朱华吉做钱呢，因为我介做好诶，尤其感谢戴小林，我戴小林是梁慧珍总监，大部同岁的早年啊，这个早年啊，做不简单嘞。会当好我一世人有足快乐、足幸福的日子，就是咱梁慧珍梁总监，谢谢您，真的好感动。因为你的介绍，我捌到同岁的早年啊，郑玉娟，我捌你以后才知讲，人生的精彩、快乐、希望在倒。咱会使做领导的，你也像阮一周兄做领导，但是不会争。你也要引导你来找意见，伊是利用公会所有公会水的公会内底，会拢创会顶。今仔日我创一个会，这代表阮的本事、阮的行情、阮的实力、阮的才调。咱呐爱成个足强卡、足才情、足能力、足老的，这是一招囡仔。因为这招囡仔要看事业足辛苦的，另外顾家庭、顾家会、顾事业。而且爱顾顾家己本身的外观，你看阮的创会长，哈尼水，哈尼有才调，哈尼无简单，这是咱的福气，是咱的福报，是咱的缘分。所以现在讲，你辛苦了，因为阮总干梁总监离韩国的时阵，阮伫遐佚佗，阮甲医务会伫遐来哦，阮拢看到是同水的一面，同调皮的一面，同骄傲的一面，别人做袂到。因为我甲郑春仁总监慢慢去一届，参加的时阵，阮查甫囡仔阿无哩，眉诶，点酒化红，阮无阿无口红，但阮梁总监去的时阵，规个团队拢规水起来，因为阮有水的制服，总感慷慨，食和牛，规个社团，规个团体内底精神是遐尼好，一团三十几人，带了有够熟他的。你好，交到足济足济好朋友，所以就有今仔机会，甲你讲足欢喜。若无迄个韩国知名吼，甲你斗阵，我唔知我的人生是即摆是彩色的，即摆是有希望的，什么是快乐的？家己搁坐下聚会，阮靠一个心愿名，为社会服务。阮家想要做服务，做社会服务的时阵，阮想要做公益。公益不是讲安尼做袂到时，我来朋友见面尔。公益是咱逐个的爱三个斗阵。爱建斗阵来做社会公益，还只个人淡薄仔钱交付是较少钱，几万块仔尔。只个钱你也分十二个来算，一个月才几千块啊。咱本来爱食饭啊，本来爱家庭聚会啊，本来师兄姐弟都要在一起聚会。借由这种机会相聚的时刻，我们透过联谊，透过分享成功经验，透过爱的服务，透过能够成功的每一个方法。所以我们做到了，所以我们的会是全球最大的服务社团。我们不但越来越强，越来越好，而且也越来越多私有。所以我们秉持的国际总会人道主义八大信条，所以我们从来都不拉踩，而且继续在发挥上去。尤其咱今仔日会通来请到咱专务主席黄梁慧忠，而且到三江，而且外老大吴朝越啊，不管是。在即个 TMT 转播机啊，拢是伫遐斗阵，尤其搁一个早因啊，即个要搁徛起来看一下。即咱财务长，哎，用充足的平衡看一下，即个早因啊，实在是足无简单个，是安那，出代志，所以得顶，会当论，会当吞，防欺负，搁兼行拍目啊，搁啊无路，实在够赞个，实在是足无简单个，所以一个团队强，不是干一个，咱。梁总监是非常足强的，实力较好的。卖讲是咱许树东吼，伊我介伊就靠特殊性的关系，阮分年囡仔，所以阮拢挺吞耐劳。而且我嘛要感谢大家对咱玉泉的收听，
你今天到底一世人拖脚拖手透过幸福是安怎？伊这要做的公益社团，我拢参加；伊要做小路，我嘛配合，因为我有答应梁总监，只要韩国团的、韩国帮的，我都会来买单，我会继续加入。而且我而且我先晒一个蔡大师，蔡大师你有来过？哦，哇，这讲的吼真的不简单。我带去婚礼做一下舞运动会，看伊开一个上堂，我台了嘛足爽的，我台了嘛足欢喜的。所以感谢梁总监，好这机会参加公务，有这机会跟你晒到到底，祝你平安。祝你健康，祝你幸福，我以一切为荣。感谢，多谢，罗兰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我们的国际女士张贵台师友的支持。国际女士有颁发，纪念品给这一尊师友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现在接下来会一连串的颁奖仪式。那我们呛到了颁奖仪式的团体呢，请尽数上台。